Hello， 大家好，欢迎翻嚟收睇我嘅频道。我系云中龙啊，今日同大家介绍一只我以前好中意玩游戏，就系呢只《悠游白书：魔强统一篇》。嗱，咁呢只 game 咧系喺一部叫做《世嘉五代》嘅游戏机度推出过嘅。大家唔知咩叫《世嘉五代》嘅话，正常因为就太耐太耐噶啦。好，咁啊，都系格斗 game 啦，一只啦，系咪？咁我先试下俾大家睇睇先，究竟玩乜嘢？其实好正啊，呢只 game。一嚟咧，佢系可以对应到四个人啦。咁当年好耐之前，我细个系讲紧廿几卅年前噶啦，系好夸张。咁可以对应两个场面啦，跟住四个人咁打啦。咁啊，招式亦都可以撮翻嚟啦。咁譬如凌远啊，睇下先，凌远点出噶？哇，呢个必杀技嚟嘅。凌远，凌远，个凌远个草大啲。凌远。系啦，我记得系咁样啦。灵光弹，好，睇先，系啦，再咁搏，跟住个灵呢只必杀技，可以储咗佢嘅，系呢只必杀技，好，我哋试下第二个先。好，跟住第二个咧，我哋试啦，试四个主角先啦，好唔好？系啊，我揿错掣，翻翻嚟先。试下幻海，我都唔记得晒啲招式啦。幻海应该都一样嘅啫，系啦，都系灵雨可以储啦，灵光弹。OK， 应该搏嘅，而家点搏？好，必杀奥义系，系啦，有呢只，我，出埋粒灵丸先，搏，好 ，next， 仲有边个？睇下先，咁仲有冇边个可以咩咧？大家最关注应该系妖狐同埋阿飞影噶啦，系嘛？因为妖狐同飞影咧系最正嘅。妖狐撞马同飞影系啦，撞马可以变妖狐啦，咁啊飞影就可以出黑龙波，大家应该最关注呢两个，究竟会点样咧？睇下先 ，OK， 种植物，妖狐。哇哦，靠，劲啊！旋转拳，哇，靓！Yes， 好，我哋玩埋飞影呢个正式开始玩下。咁我练一练啲招式，飞影应该黑龙波噶啦，最后个招。首先是邪王焰杀炼狱招，点样出焰杀剑噶？哦，呢条焰杀剑，邪王焰杀剑，跟住呢度就记得系啦，残障，残障，好。哇！可以控制嗰条路，哇，劲啊！远啲，焰杀黑龙波，哦，可以吸收嘅，可以吸收，我觉得，吸收，哎呀，吸收唔到，试下吸收先。我吸收你黑龙，哎呀，吸收唔到，好难控制喂！你行开啲，我惊撞到你。哎，吸收到，咁跟住会点样？好快啲咯，动作快啲咯，超级连杀，炼狱招。
OK， 大致上摸索到啦。我哋而家咧就开始玩我哋嘅真正游戏啦。睇下先，我哋用边个呢？护鱼女啊，好嘛？我好中意用鱼女啊，我记得我细个护鱼女简直我个 favorite 啊，睇唔知几多点到。哇哇哇哇哇哇！穿我，列速红球波，嚯！哎，爆唔到添，再嚟一次，爆！哎呀，爆唔到，嘿，哇，顶啊！好劲啊！100% 中期，100% 你啦！哇，咁大粒嘅，去走！哇！睇我震波震得咁劲啊，知我会赢啊！大致上记得点用，但系仲要摸索一下。好，第一先要就打树，树呢只咧系个必杀技最。可以停顿时间嘅，哦，点啊？拳风都可以做武器啊！死未？靠靠！哇！爆过来！跑跑啊！跑啊！死未？好正！对呢样嘅横向格斗 game 咧，我印象中所记得有呢、這个超任嘅。一隻叫暗黑武士大会，一隻是好似叫咩魔界统一篇啊。咁嗰时有雷禅嗰个啊嘛，嗰个咧都几好玩嗰、那个，但系咧冇啲咁好玩，我个人觉得，因为呢个咧可以两个场景佢同埋可以对应多人啊，同埋啲招式其实唔系特别难错。死未？再见啦，喂，蛋瓜你，发火喎、啊！打头你啊！哦 ，thank god， 系啦，咁啊，超任嚟讲出过四隻嘅，我印象中中，一隻因为话输，暗黑武道大会，第三隻就系因为话输特别篇。第四隻呢就是那个魔界那个篇有类吸引我呢最终都是这隻世家的这一隻，因为这隻呢虽然人物不多，去到护鱼女去到仙水啦，正确来讲，但是呢其实呢那个吸引程度呢很难形容，可能去看地方行，即是你两住人呢那个感觉是超级新鲜。好，我俾个机，我当我可以使用必杀技嘅时候，你就想搞啲咩？快啲出大力啲，快啲，大力啲。哎，打死咗添，出拳打。こんなもんかね。
哇，好多回忆啊！我以前咧放学咧之后咧，第一件事就去嗰啲家用机嗱，嗰时有家嗰啲铺头咧系有得俾你打机嘅。咁啊如果你有玩拳王咧，嗰时拳王九八咧、九七啊、九八啊，嗰时候好 hit 咧，都系一个开咗个家用诶俾钱去打机咧。譬如你可能俾嗰时我记得系五蚊机打。打幾耐？好似打十零分鐘啊，五蚊。咁就俾下一個打。咁以前咧，我放學咧，我就放四點半，我四點啊五點半啊五點，我記得五點嘅。咁但係咧，跟住咧就就首先第一件事先係打機先，打呢只嘢。咁打到大概半個鐘左右就翻屋企。嗰時咧好搞笑嘅就係咧有啲訓導主任噶嘛。都而家專門咧就去呢啲地方捉人，睇下邊個未翻屋企喎。始終咧都捉親我嘅喎，捉親我同我啲嗰班嗰時玩呢只 game 嗰班同學啦，日日都捉就捉我哋喎。跟住叫我哋快啲翻屋企喎。跟住我哋又唔理，哦得啦玩，又玩下玩好耐，日日如是喎。搞到咧我哋都係常客嚟嘅，日俾佢捉住。咁冇辦法啦，嗰時候即係我嗰時讀書咧就唔係話好叻嘅，咁啊唔係。即係有心機去讀咁啊！如果有小朋友嗱，俾心機讀書啊，真係要俾心機讀書。如果唔係咧，你就會好似我咁啦。咁而家咧就真係可以再好啲咯。如果讀完書嘅話出嚟嘅話，但係而家咧就麻麻地啦。咁所以咧俾心機讀書。咁我嗰時咧我就唔讀書，咁啊掛住玩打機。咁啊後屘咧就而家就知辛苦啦。好，多一陣啊！話時我都。都想翻學校睇下，而家究竟嗰啲訓導主任啊嗰啲有冇唔同曬？校長我據我所知就唔同咗。校就唔好講啦，咁啊費事講啦，係咪？咁我就喺大埔嘅，我而家。有個問題嚟啦，我設啲 connect 啦，等等先啦，我 feel 到佢喐唔到，等等先，我駁翻個電掣先。好哇暴风象壁即刻中了招没事哇厉害啊这招双重旋风拳打开你啊走开暴风象壁都没用啊你打我啦！唔系嘛，佢竟然同我100%打我个暴风雀兵，死啊你！我唔信啫。100% 中嘅 100%， 冇可能100%中嘅 100% 会输俾你个暴风雀的噶。哇，先个阿莹啊，系啦，咁啊，我讲翻我小弟咧就喺呢个大埔度读嘅，咁啊，而家都唔知有冇住晒啲老师。有时候都有啲兴趣想翻去睇下而家母校究竟变成点，都已经。我而家搬咧就我都有我有睇可能个片，我喺 Q&A 都讲咗，而家我住黄大仙啦，咁我搬咗出嚟住啦，咁啊上翻大埔睇一睇，咁我爸妈我爸爸妈妈仲系住喺大埔嘅，咁我只系我自己搬咗出嚟住啦，因为始终咧有自己一个家啦，咁所以唔可能话一齐同爸爸妈妈一齐住会始终有啲唔方便，所以我小弟就自己搬咗出嚟住啦，好顶盖。哎呀，跑差唔多啫，就系咁啦。话时话啦 ，PlayStation 有冇出过呢啲优惠啊？有啊 ，PlayStation 2有出过一只优惠书立体，但系始终都唔好玩。因为可能 PlayStation 2嗰、那个立体人咧，嗰啲动作唔会及呢啲咯，睇下几流畅。嗰种感觉系争啲。如果你譬如出，好似食嘅猪油。又要怎样呢那些立体动作做不到嘛。那那些就暂时呢都不是那么太吸引我。我不知道 PS4 可不可以做到这个点。但看都做得好像这些这样呢。
喐得咁快嗰啲咧，真係好正咯！哇靠，爆死你！嚟啦，嚟啦，我唔惊你噶，顶爆你个喐！哇，顶食咗啊！喂，100% 中，100%嚟啦！King O，こんなもんかね。第十戰，打翻自己，哇！嚟啦，你个冇摆放，睇你肌肉晒色啦已经。哇靠！哇好劲啊喂呢只！哇！好啦，嚟啦！100%中，100%！哈哈！兄弟，我的老弟，怼我唔嚟咯，搞掂！第几场而家？最终战，最后竟然打桑园喎！哇！出灵剑！哇！靠！爆咗光台！哇，零件好劲喎！喂，走！哇靠！佢就把零点啦，100%中，100%！哇靠！好喎，吸收元气啊！哇！哇，好险啫，佢把次元都咁劲嘅。OKO， 最终战都搞掂，哇，太爽啊！呢只 game 最强，抱翻幽座，座木，座嘟木希，座嘟木亡唔系希，桑园，系应该搵翻嗰个人配啊嘛？系啊，撞马系嗰个乜鬼魏方魏美最后配噶，我记得系。去找回那個人陪啊！200%嘅咩？哦，100%係咪老太婆啊？呢首歌好熟，呢首歌好熟，係咪嗰時候嗰個動畫嗰個嘅片尾曲啊？好似係喎，我搞到我啲想攞翻《幽靈白書》呢套動畫睇添。大家有冇追啊 ？TVB 嗱，我讲 TVB 版啊，应该得一套嘅。咁啊，我嗰时睇 TVB 版，嗰时凌晨做噶，12点几先做噶。嗰晚晚都系追啊，跟住追完咧攞录影带录鬼咗。咁而家唔使啦，咁买翻只 CD、DVD 翻嚟就 OK 啦。咁啊，你可能话喂 download 咪得咯，咁都得嘅。YouTube 都有添，大家 YouTube 度打翻《幽游白书》TVB 版咧就有噶啦。咁啊，搞到我想睇翻。我嚟噶。《幽游白书》其实我最中意《龙珠》啦，跟住其次咧《幽游白书》。咁如果取舍一个咧，其实我两个都好中意，我真系好难拣。呢两个《龙珠》同《幽游白书》，我系超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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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意嘅，真系唔系讲笑。但系点解之后冇画呢？哦，《幽游白书》嗰个作家同好似同《Hunter X Hunter》一样嘅，即系同一个作家嚟嘅。但系呢个作家咧就好似。去畫到第幾集就冇再畫 ，Hunter X Hunter 都好似冇咗啦，好似都冇畫到落去咯。點解唔畫落去呢？
畫落去就好啦。咩 S 級乜乜？好正！以當年世嘉五代幾多都唔知幾多 bit 嘅主機，雖然簡單，但係真係十分吸引，係好好吸引，正！啊啦，傅坚义博啊，啊呢个就系嗰个作家，世界1994嘅作品，呢个系1994年，几多年前？30多年前啦，太耐啦，太耐啦，太耐，真系呢只 game， 我谂你唔系我年代，你完全唔知有呢只 game 存在添。好啦，今日就同大家介绍咗一只我以前好中意玩嘅 game， 就系呢只，就系呢只悠游白书啊。咁啊，嚟緊咧就我都會玩呢只遊戲啦。咁啊，都會玩翻更多我中意嘅同類呢，俾大家睇下啦。咁啊，都會睇下邊一 game 好玩，就同大家去玩啦。啊，咁啊，條片去到尾聲啦，中意呢片俾個 like 我，記得最緊要就係要訂閱我。今日接翻嚟，我哋再玩其他嘅 game， 記住密切留意我的頻道。咁啊，好多謝曬大家今日嘅收睇，再見啦，拜拜。